韩云，你也不过如此，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。你们看看下面是什么？！快逃！现在想逃，晚了。现在打开剑阵，你以最快的速度逃出去，告诉外面的人我已身负重伤，让他们来杀我。啊，是。很好，去吧，记得表情要痛苦一些，装得像一点。韩云已经身负重伤，快进去杀了他！四师兄，老子好得很，还有谁想送死，尽管来，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。这声音应该是装的。98 99 100。求死。